续来一场拳皇九八 C 的解说。现在一批首发他的主力啊，现在一批节选的主力，KOR BJ 他的主力就是红丸。我们来看火球术的 King 也是非常之猛啊，之前两局打出了113连的好球。我们来看这次能否还发挥的如此强劲。哎呀，这个红丸一直连起来啊，追一下再抓，还可以再追吗？没有，速度没有跟上，没跟上。但是 King 已经现在在占据下风了。哎，红丸再次扑下盘，再一个闪电脚，闪电拳，然后打起来再追力，追力以后直接一个肘击直接结束。现在罗伯特二批使用罗伯特，好像还是又得打出一套完美的一个炫的连招来，应该是没有什么好机会。现在一批选择主力，我感觉他更没有机会了。好，再次抓一下，一个红丸头，再追地，哎，没追起来啊！给罗伯特一个机会，让他施展一下连招吧，让大家来看一看他疯狂的连招有多给力。哎呀，好机会啊，这次不要丢了，就千万不要失误。对，千万不要失误，千万不要失误，大家都在看。再次连起来，好，这次一套就把红丸给带走了。好，局75连，一套结果了红丸，给力啊！终究没有让大家失望。哎，这一次一批也是比较怒了，怒了怒了，真的怒了，现在已经白热化了，但是谁都不让谁的节奏了，已经逮住就是一套机会，就连疯狂的连。哎，直接又打了起来，罗伯特不会又是一套连招直接将他带走吧？哎呀，这次给力了，没有连起来啊。好，太给力了，这个罗伯特简直神啊，神罗伯特。现在是莉安娜，莉安娜大家都知道在这里升攻击特别的高，升还特别的强，攻击距离远也是强将。哎嘿嘿，一个飞翔脚直接被莉安娜打中。现在是八神，我们来看强大的八神能够征服这个速度飞快的莉安娜，就应该用速度飞快来形容他。现在看这出招速度太快了，像飞一样。然后八神自己来了个梅花百合折，扔一下啊，再扔一下。哎呀，八神真的疯狂了，因为这是最后一局了，一定不要留什么余地啊，直接打死就好了。哎，他没有接啊，没有再接。这个莉安娜肯定是不，这个莉安娜的大招伤害是太高了，没有人能比他的伤害再高了，一个大招能打掉那么多血。哎，八神这是装逼不成，敢被咬了。